文学院，那你可以用那个浇花的吗？浇花？对呀、啊，给小鸭鸭洗澡。这个是我要用的。给小鸭鸭洗澡好不好？哦，你要赶快坐进去，不然太冰了，等一下会感冒。哇，你在玩水呀？你要坐到水里面去，不然很冰呢。有没有感觉很冰？不会。有很冰吗？没有。好冰！哈哈，这边小朋友躲进去里面去。你吹就没有冰了。好，吹。哇，没有，哇哇哇！你躲在里面游泳，我看到。嗯，好的，没有给你吹了。你要上来煮菜啊。在我们家的游泳池，在这个马桶煮菜啊，被这个马桶冲下去。啊！那你吹吹看看。没有。嗯，我再吹大一点。